今天这个更新好像是今天才更新的，更新出是有地板会有一个袋子，可以领出白雪跟绿宝、蓝宝都有。我们今天配对到的是什么队呢？很像浅蓝色队伍哎、欸，打灰，灰。我队友是选择比较冲的那种，我买方块去攻击别人。这两个是两只挂机，是不是？我刚刚有听到啊，我听你的爱好，死掉了。刚插进去。门铃，白雪。没电了，冲！来打！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拿个，等一下还在拆我家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冲啊！Yes, let's go！ 直走，五行挂机是不是？哎呦，我竟然在一个地方就可以杀死一个人！哎呀！不要杀我队友！完蛋了！看到敌人了！啊！打！开窗！哎呀，冲！别！拜托！哎，不要！再我们配一下，因为它比较久一点，因为最近人数下已经很晚了，人数比较少，然后刚好今天是礼拜六，这次更新是更新这个，你们那个发带里面我说明书会有很多物资，然后还有啊没有关系 ，Oh my god！提高！完了，不够方块，尴尬。哎，这个就是我输个给你们看的那个更新，更新会像一个这个形状，紫色有粉色有紫色。领取你会看到我这边左边有一个就是紫色蓝色，然后集到500，它会给你一个东西，这东西很好用。可以让你在打战的时候比较好打。这边好像走，哎、欸，没有，跳，哎呀，没跳到。我们等一下吧。哎、欸，来打。拜拜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很喜欢。就是一个白雪，我好喜欢哦！混血的这队真是太好了，有那么多白雪，来抓！然后买一个这个，买，去沙巴对面吧，冲啊！不用怕的。走，快回家！太多物资了，可以足够让我买铁装。买个铁装，买这个斧头，让打对面床。但是把对面床打爆，他们就不能打死他们，再打死他们一次就不能复活了。我决定先把他们床拆掉。拆，来，过来，等一下，耶，死了，走，哎呦，还在打那个，就是钻石守卫，给我钻石，谢谢。我们先去终极别队，我不要跟你打挑战，我挑战很弱，来。
再试一次。再不行，我们去打别队。操作没有那么熟悉。完了，我都忘记了。我刚刚，我该这，我们该应该真的不应该死的，因为我该身上有12颗钻石，就被他们轻松打掉。然后钻石就是他们的。再来，再来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跳一下，跳一下这幸运皇冠！啊，不行，差点，幸好我没拿。我拿到那个，我就……啊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打，下来打！哎，死掉！哎呦啊，我队友真是很厉害，真是很厉害，我真的佩服他，真是。走啊，他跟那个人呢？给我蓝桃，给我蓝桃，我要蓝桃。拜拜，耶！不是我蓝桃，可惜。我们带杀一个人，不要，我们去拿中间拿绿宝。绿宝可以买刀，还有绿宝装。他可以买那个弓。C 嘛，我看 C 这边。等一下哦，更新的很好哦。不过气球卖掉是一个缺点，因为气球对新手来讲很需要。哎呀，死掉了。真的好难！走，我们走去看攻击哪一队。现在只剩红队、蓝队，然后跟我们这队，还有一个黄队的，他们在打战争。哎呀，好可惜哦。那装再加油，我们的技术再加油。哎呀，怎么会少杀？这是很厉害！哎，飘飘飘飘，前面有个人，感觉很厉害。我们就是不要跟他计较，因为他有那个最近活动的那个，就是最近活动那个刀，然后还有那个守卫，他的弓箭很强。就是更新了，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，它就是更新了，就是等一下，就是更新了，里面有刀，有那个鞋子可以跳很多下，双重跳，不要说你跳很多下，双重跳。然后呢，它还有弓箭，可以直接把这球打掉，那很厉害哟。它一把刀，它这是，不过它刀，我希望它可以标那个。可以标那个，就是那个冷却时间，因为它冷却时间会，假如对面拿一个，我打23，然后对面呢打我12，然后呢就是因为那个时间，等下是不是有？哎，不，连刀。好可惜哦，他拿一个镰刀来欺负我这个新手，这有点不合理哦，不能这样哦，不可以这样。等一下，画面，你看他说，哎，不要，这太坏了，这是谁啊？怎么那么坏啊？打我就算了，还打我队友嘞，看一个幸运战。
幸运蛋，这个傻傻保护床。Let's go, let's go！ 哎，技术，怎么办呢？走。我今天到现在想不到底死了几次啊，怎么那么难啊，哎，再一次，别过去，成绩是让我很这个人头数，真是很让我那个惊讶呢。是很让我惊讶，不过最后伤害有点大。像我刚刚那个，跌下来人家扣你皮哦。我跟你讲哦。他们更新没有，我姐是这个比较早更新，这个你看到中间这个吗？12分钟就会有，然后有一个是守卫，忘记跟你讲，这个士兵守卫5-6分钟就会看到，然后这个则是12分钟，你把这个打倒，你会得到很多绿毛，不过很硬，我要打很久，然后那个守卫打也可以，不过。他会打比较轻松。我们今天都没有用到角色给你们看，我们等一下再想用角色的。用角色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我怎么来食物啊？我们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回家。那我回家，拜托拜托拜托。耶、yeah, ，回家了。忘记我们要买什么了啊！不用怕了，我的装备有，给你们看，给你们看，我的装备不错吧？不错吧？不错吧？对吧？不错吧？一个绿宝，然后我钻石剑，有方块。有超那个幸运方块比较最快的，还有一颗玉宝，51个白雪跟3个火球，火球是负责炸人的哦。走，我不用勇勇勇，勇敢勇勇不怕困难，冲啊！这个士兵守卫打有点浪费时间，因为。我已经没床了，再打那个也没有什么用。要不打完那个12颗甲，我该就这样啊，12颗钻石，然后被他们一个我铁装，然后铁剑，他们一个草皮装，然后一个木头剑打，我真的是无语哎。哎呦，差点死掉！哎，啊，在，我先 lobby， 我要去给你，我去用一个东西。那个角色，然后这里，这个角色我没有使用到，这个不太好用。那我建议你们是用这一只，中间这一只很贵，399RB， 它比较好用，它就是有一个，你看这是造型，我们不要用造型。这个旁边有个无人机，对不对？有看到啊？这个我那个鼠标那边。它就是你60个铁，它会送你一个无人机，然后你无人机使用，你可以操控它去拿你想要的绿宝、蓝宝啊之类的。不过它不能打那个士兵守卫，我是觉得它的缺点有点可惜。它会十级会送你一个角色，它就是可以它这个就比较好，可以去，不过它花费2个钻石绿宝石。它可以，不过你还要走动到
你要的绿宝位置，然后放下那个，你就可以领取。领取的绿宝，它就会双倍给你。不过有，它是可以打人的，也是可以打机器的。不过人也可以反击它，这一点是比较可惜的。哎呀 ，OK， 用完了。我是比较不喜欢。啊，这个，哎，我带错角色是不是？啊，我怎么带错角色了？怎么办？就这样玩哈，照常玩吧。但是你能玩就好。你要攻击吗，队友？对哦，你要攻击是不是？然后跟你一起。走走走。你要等我是不是？不够方块是不是？我帮你盖啊。哎，他走，他这个也太可爱了吧！他这个，等下，他这个，等下，他这个走的那个外观，哎，怎么那么可惜？我那很多白雪，然后却被那只，就是我忘记带错那角色，那很强，真的很强，然后就被他们打败，我真的是。有点尴尬呢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们尽量打。你打完就打，能打输就打输。不过我们今天要赢一场，我们就是要赢一场，不用怕。哎，他说要送白雪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他不会那么好心。你看，一个那种装木头装，然后我队友在。不过走路真的好可爱哦！你看他走路，超可爱的，一只脚，他该得到一个昊天锤，他那个是可以，你拿到那个你会有一个很往上的 up 按键，你看，你看到他该使用的按下那个，他就会让你前进，就是让你。到那边，盖个床。这，等一下，好快！等一下，怎么那么惨？啊，完了，他们要跟住我，求你们不要，让给我，让我一下好不好？来，不用怕，来，你有我有，谁都有。你要打过来。来呀，不要两个一起打，我会很难打，我会打不赢，好不好？我先，呀，我这方块是盖完是不是？那尴尬，那方块明明就买很多，然后结果有人说。怎么那么快就盖完了？我要怎么说呢？希望我队友可不，我队友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我都有点怀疑耶、欸。我队友到底在哪里？对，他是哦，他在拿绿宝，我盖他了。走，至少我看一下第四个，他是个石头，他打别人很痛。谁敢来？来，不用怕。来，不用怕，我来杀死他两个。来，这球，他们两个一起上来，我最好打。我这石头大石头超好用，一次应该把两个打下去吧。我是最喜欢的成功。来，一个，等下为什么没掉？你怎么可以偷袭？怎么可以搞偷袭？他一定要想杀我，他应该拆我家，所以我不要跟他对战。你可以走就可以走，你走就走，我随便你，我喜欢这个成绩。你的头皮上啊，队友，把他打掉 ，yes。你应该有铁皮装吧？多好！啊，好像自己要去拿中间拿那个，太好了吧？钻石剑。上来，一帅啦！耶，终于不用怕了。不过我希望队友你不要走，因为我真的很需要你。你看我什么装？是什么装？
那这是你什么装？什么剑？什么昊天锤都有。哎，你怎样？我才刚说你就丢下我，你丢下我，我拜托好不好？你不要走好不好？我在拿你的昊天锤。就是因为你刚才这及时有来，我真的刚才真的很需要你，然后幸好你现在及时有来。不过我不知道等一下就会怎样，因为我真的，你赶快回来，我就不会那么早死了，可以吗？哎呦，我们去攻击另外一队，去攻击另外一队，等一下，这画面。去攻击另外一队，特权很好，免费送我这个。等一下，我会被霸凌哎，因为我现在拿这个是任务的那个钥匙，会开宝箱。我怕他们来攻击我，真的怎么办？哎呀，拜托，保护我一下，对。他们一打我，我拜托你过来保护我。哎，别，你看，我才刚说，你不要过来好不好？我是不会给你的。我让你拆迁，我是不会给你的。走，再一，哎，好，没事，擦。我们去双倍奖赏，我今天这次一定不要忘记。说好给你看的，就要给你们看。走起。嗯哼，我们来等吧。然后呢，我忘记跟你讲，最近我刚刚得到很多蛋。你看到我那个右下角有很多蛋，就是做完这个你会得到，这个。这个东西和这个造型，对，我回到，就是这个很好用的。不过它这只太少了，太简单了吧？食人就有那么强级的角色，唉，真是这个官方那个系列对我们太好了。那怎么讲呢？就是我喜欢这款游戏，不过这款游戏是我最熟悉的，也最好玩。对我来讲，对我自己哦，你们看法我就，你们的看法不同，所以你们按照你们的看法。这里我们为什么配那么久啊？我配那么久，就是山坡上没有一颗蛋，那个是树的蛋。然后还有，你把方块盖到最高，你会有个天使的蛋；还有一个就是你附魔会有个蛋，跟你附魔完去打那个，我刚才不是跟你讲过吗？这个，哎，在哪里？什么东西？就是那个机器绿宝机器蛋，它就会给你一个那个绿宝蛋。你看这个就是我要，这个、就是我要，给我！哎，还抢我的 ？Yes， 我有。你自己太好了吧，这样一人一个，很厉害耶！谢谢。这个，我们先，但是他们要冲，我们就冲，我们就跟他们打。哎，不会没人吧？真的没人哎 ！Oh my god！我今天也要说运气啊，只是现在三四场以来，我第一次没了，第一次对面。我超速给你看这机器，还长这样，再滚下去，然后你按四，然后呢前进，这样。你看画面吗？你有看到？你们应该有看到画面。这样，领取三颗，不过它不能同时领取。你要领取什么就是领取什么，比如说领取钻石就领取钻石，不能领别的，因为别的会卡卡顿顿，也不能领。你看多好，才
去，我就六颗蓝宝，还不止。我先丢，不要插我家啦，拜托啦，拜托啦，拜托拜托。你看，此刻我运气那么好，好方便哦。我怎么运气那么好？慢。啊，这个人是在 get 他保护他的宠物是吗？好，很棒，很有创意。不知不觉就到我们家了，走啊！来，不知不觉到我们家，掉啊掉，掉下去，怎么办？绿宝帅啦！你看，你看，我跟你说，这角色说的很好用，我没有骗你们吧？你看，钻石蛋那么好，我跟你们讲，这游戏真的优点太多了，你看。我买完这个升级那个白雪速度跟那个攻击速度，我还可以再买一个。你看，我边回家又边这个绿宝，你看，他们绿宝收集人，谁可以？太 god， 这角色我真的是给他一个十个赞哎！你看，你可以加油啊！我都已经拿到十二颗绿宝了。等一下，我先掉那个啦。我有铁装才吗？绿宝？为什么我存好的婴儿队啦？要是对面有来，我就可以升级到这个。那个紫色我跟你们讲过，那个蓝色。然后呢，我们，有了。你看，队友是不是应该吓到？掉给我来，那么好。天，我没看到，我没看到外观长怎样。哎，没差没差，攻击对方比较重要。对，你不要跟我抢哦！我劝你不要跟我抢。来，其实对啊，我是刚刚我看过的。走走走，冲冲冲！吓他！我，他真倒了嘿！你看，这什么东西？你有看错？这什么东西？这不是床吗？我把这挖掉。轻松就挖掉他们的床。等一下，我刚不是把这个收起来，为什么他又自己跑出来了？收起来。我对我这个装也太好了。哎、欸，哇！这什么刀啊 ？My God， 我第一次见过哎、欸。My God， 我们等一下善用一下，感觉酷。我们装了六本。怎么那么快？打什么？明天打狙狙，狙狙，来。